讲义这个第三面啊，讲义的第三面，默会简介。这一部经大分为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本会，后面一部分是末会。末会内容就是善财童子53参。我们先将末会的大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里面总共记录了8个段落，我们先看第一段，总显会议。为从佛会流遍周法界，延长华严，令悟遍悟啊。这个是第一句，这个地方把这个意思很明显的给我们点出。本会是佛会，末会是菩萨会，菩萨会是从佛会里面出来的。菩萨是表修德，如来是表信德，信德周遍法界，修德也是周遍法界。信德无说无闻，修德呢，就是有说有闻，所以延长华严，延是演说，不但这些菩萨们要说法，而且还要表演。说法表演的目的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认知虚空法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这大方广佛华严涵盖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大意前面经题给诸位报告过。那么昨天我们在末会最后的这一段，诸位读了这一段文字之后，我们就明了诸佛菩萨实在讲
菩萨里面绝大多数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的啊。那么诸位都知道，文殊普贤、观音释智、无量劫前呢，早都成佛了。现在以菩萨的身份协助阿弥陀佛，协助毗卢遮那如来，协助释迦世尊来教化众生，故佛以菩萨身来实现。而这些菩萨又随类化身，他们有能力可以化现无量无边的身形，在十法界里面广度一切众生。这一段经文我们要多读，要多多的去思维观察啊，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认知我们周边环境的，尽是诸佛菩萨围绕啊，这样啊你才能够得佛法修学真实的利益。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讲义第二句是人皆法师，出类皆法，万籁之声皆法人声。诸位读过《弥陀经》，《弥陀经》上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六尘说法。如果我们契入华严境界，我们现前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我们现前究竟是什么样的境界？从事实真相上说，是大方广啊，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能够体会到我们眼前境界是大方广，大是讲的发性能性，方是讲的发相是所性。能性跟所性是一不是二，它的起用广大无有边际，就广是作用。能性是真心，是自信，唯心所现。能变的是我们的意识，为识所变，能所不二，性相一如，
我们眼前境界不是大黄光是什么啊？可是觉悟的人呢，他见到事实真相，他知道我们眼前境界是大黄光，所以他们过的生活是佛华严的生活。佛代表啊，破迷开悟啊，觉悟的人啊。觉悟的标准是什么呢？能够觉察到、体会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就叫做大方广，在华严经上叫大方广，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名称不一样，说的是一桩事情。我们今天把它称作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大家好懂啊。你能够体会得，能够见到啊，你的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华严的生活。华严是比喻啊，本经的经体啊，翻译的时候省略了几个字，居住的翻译呀，这个华严。还要加两个字，叫杂花严师啊！啊，古大德，中国人喜欢简略，啊，杂花杂不要了，取一个花字，严师师是装饰，啊，师不要用一个严。我们从这两个字的意思去观察，佛是把这个世间比喻像一座大花园，这个花园里面所有品种的花卉也通通具足，没有一样是缺少的。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这个花园当然太美，美不胜收啊！比喻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无量刹土啊！现在的话讲，那是个多元文化。这个杂花就是多元文化，这个花园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啊，无量品种啊。意思就是告诉我，虚空法界不是一类众生啊，无量无边的族群，大家在这个法界里面共同生活。这大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是法界里的一点一滴呀，太渺小了。啊，你看佛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到，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是娑婆世界，娑婆是一个大世界。对我们来讲是个大事情，佛说一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是最小的，最小比我们地球还大得多。在过去我们总以为这一个单位世界
是一个太阳系呀、啊。啊，佛家单位世界的中央是须弥山，啊，须弥山四周许许多多的世界在围绕着它，啊，过去我们总以为行星围绕着太阳，啊，都是这么看，而把三千大千世界看作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可是近代黄念祖老居士他的看法不一样，他这个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在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复印在后面，他认为呀，佛经讲的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的讲的银河系。须弥山在哪里呢？须弥山就是银河系的中心点。这个说法也挺有道理的。我们知道，整个银河系的这个星球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在转，啊，那么现在的科技发达，天文学家告诉我们，银河系的形状是扁平的，啊，当中确确实实是高出来的，啊，越往边缘呢，啊，越稀薄，啊，银河系的当中央啊确确实实像一个须弥山的样子。如果这种说法要能够成立，娑婆世界之大就不可思议了，啊，这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才是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这一千个中千世界才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么大的范围，啊，这个里面要是以银河系为单位，啊，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才是一尊佛的教区。那么像这样的教区在虚空法界里不知道有多少了，无量无边，我们这个地球算什么？无量无边星系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生活在这个太空当中，我们讲虚空法界都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那我们再把这个概念缩小，缩小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个地球上大家都生活在这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上所居住的人种族很多啊，文化不相同，生活不一样，啊，信仰宗教各个不相同。现在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世间有战争？为什么这个世间有天灾？天灾人祸啊，都是因为族群不相同，宗教信仰不相同啊，发生的战争动乱。为什么华藏世界那么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没有战争，他们没有灾难，天灾人祸都没有，都能够和睦相处？什么原因？华藏世界能做到，极乐世界能做到，我们地球人为什么做不到？我们在仔细观察了，只有一个原因的。华藏世界有毗卢遮那佛与诸佛菩萨在那里教导众生，众生都觉悟了，所以就能和睦相处了嘛。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些人也在那里教导一切众生，他们相安无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啊，没有人教啊，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固执自己的成见，随顺自己的烦恼啊，于是才有人我不相容啊。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行为，造成了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所以，天灾人祸都是我们自己不善业因所造成。如果我们这个世间也有诸佛菩萨来教化，我们欢喜接受，我们这个地球不亚于华藏世界，也不亚于极乐世界。由此可知，教学是多么重要。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知道，所以在《礼记》这本书里面，《礼记》有一篇学记，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这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意思是你建立一个国家啊，领导全国的人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育最重要，教学为先啊。现在我们看看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方政府啊，它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经济第一了，经济挂帅。经济挂帅，社会不能不动乱。为什么呢？人人争利，互不相让啊，到后来当然打得头破血流啊。教育要挂帅，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人民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为什么呢？人人明理了啊，懂得道理啊。
啊，知道怎样做人呢？所以佛与中国儒家的教学啊，教学的内容啊，实在讲就是三桩事情啊。第一，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伦理的教育，为我们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啊。中国人讲五伦啊，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啊。我在小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农村，哎，看到啊有结婚的，啊，听到有结婚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离婚的，没有这个名词，没听说过，那只听说有结婚，没有看到什么离婚，听讲离婚没有啊。现在人听说有早晨结婚，下午就离婚，成什么话啊？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世界的治乱是从夫妇开端的啊，夫妻不和，那个家就破碎了，家不成家，过不成过了。夫妇是造端，是开端啊！啊，你要懂得夫妇是什么关系，道义的集合啊！啊，组成一个家庭，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他有责任的。现在没人教，哪里懂得这个道理啊？哪里知道啊这些因果的关系啊？然后再教你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啊，这个君臣在社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你都能够明了这些关系啊，懂得这些关系，国泰航空公司不会罢工啊。今天社会现象非常可惜啊，没有伦理的教育啊。啊，这个伦理教育啊很了不起，这个道义啊，人要有义气啊，有道德有义气。啊，这个公司现在亏空，老板这个亏下去了，员工应当跟老板同甘苦共患难，这是道义啊。所以在古时候社会，员工对老板敬重啊，这里面有恩有义啊，绝对不是另外一个公司高薪来聘请他就跳槽了，那这个人是不义之人啊，见利忘义，这个是古时候社会啊所不耻之人啊。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那天下怎么会不乱呢？所以真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教学。教学第二桩事情是教你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今天这个也没人教，所以我们任意的破坏自然生态。所以很多人说地球病了，地球为什么病了呢？
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人把地球糟蹋掉了。你糟蹋地球，地球会带来很大的灾难。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细说了，细说三天说不完的。这些常识诸位每一天在资讯里面都可以看到。现在由于温室效应，地球上的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啊在融化，融化的速度很大。如果两件冰完全融化了，科学家告诉我，这个海水呀会上升30米到50米。那我们想想呢，这个地区啊，离海面恐怕不到30米啊，都变成海底下了。沿海的大城市啊，通通会被淹没掉。这个灾难怎么造成的？不是天然的灾害，是我们得罪地球啊，我们不知道爱护地球啊，我们糟蹋地球这些资源啊，惹来的灾害。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风灾，水火风都来了。在佛法里面讲，水灾是贪心变现的，火灾嗔恚变现出来的，风灾是愚痴啊，地震是不平啊，傲慢啊，共高傲慢招来的地震啊。由此可知，贪嗔痴慢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灾害。谁懂得这个道理？佛菩萨懂得。今天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断贪嗔痴慢，这个地球上这些灾难呢就没有了，就化解了。我们懂得伦理道德，战争没有了，人祸没有，人为的灾难没有，所以天灾人祸能不能化解？肯定能化解。也许同学们看到过这个最近几年，应该说最近几十年，这个书店上常常有发行的古老的预言，中国的外国的都很多。那些预言几乎集中都讲99年世界末日了，99年就是今年了，2000年、2001年这个3年是世界有很大很大灾难。这个外国预言家讲的，这个是命里头注定的，谁都不能改。可是我们的看法呢，不是这样。灾难有，怎么知道有呢？看人心就晓得了吧。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社会动荡不安啊，灾难的讯息
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于是局势之人身心不安，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佛法对于这些事实真相讲得很多，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总而言之，设法界义正庄严。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如果诸位把这两句经文参透了，你真正明白了，你就晓得灾难可以化解。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念恶，这灾难现前。一念善，灾难就化解了。所以吉凶祸福系于我们一念之间。这个事情可以达到圆满的解决。这个大道理外国人不懂啊，外国人认为这是命运注定，世界众生能造恶，上帝生气要给你严重惩罚，那就没法子，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说个人情啊。可是在佛法懂得了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教育第三桩事情是教我们了解宇宙之间天地鬼神的状况。所以过去儒家的教育教这三桩事情，佛法的教育也教这三桩事情啊，比儒家说的更详细更圆满。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育，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才真正能够得到自在难过。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顺境逆境，天堂地狱都得大自在。这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你真正肯定真正认知了这个就是诸菩萨他们接受佛陀的教诲，分散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明了佛法是教学，佛法主要的一桩事情现在人家主要的使命真正的职责，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就为这桩事情。其余的事情不是佛菩萨做的，
佛菩萨只有这么一桩事情，教学。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古来这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出好榜样，所以他们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他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身份？是一个义务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释迦牟尼佛是这种身份呢，出现在世间呢。义务没有报酬，这是义务。多元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那是属于多元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为佛弟子，尤其是做佛的出家弟子，要向佛学习。我们要认清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在这个世间干什么事情，才与佛的教诲相应。那就像佛一样，一生教学、修学、教学，就这么桩事情。除此之外，都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一生没有道场，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啊！你们就看《大藏经》，你查查看，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建个道场？没有啊，连茅棚都没有啊！有缘呢，住别人道场；没有缘呢，树下一宿嘛，日中一时嘛。这也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能体会到啊。就建道场不是出家人的事情啊。建道场谁的事情呢？在家居士的事情。你们建道场，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所以建道场的人，世尊在世的时候，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的事情啊。那佛与弟子们从来不问这些事情建立这个场所讲经说法而已啊。有缘多住几天，没有缘少住几天。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出家人怎么没学会呢？天天忙着建道场，忙着搞这些工程，把自己修学弘法全耽误掉了。释迦牟尼佛看到摇头叹气，我们学错了，学得不像。像这些地方要细心体会，华严境界与一般大乘境界确实不一。一般大乘境界里面，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华严境界里面，人间法师。这个不一样啊，华严境界的一切人都是佛，都是菩萨，都是善知识，
这是你入华严境界。修行人学生呢，那只有我一个，我自己是学生，是修行人。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我的老师，你看看这个心量多大。这种修学的方法，我们中国孔老夫子知道，所以孔子能成为大圣，至圣先师，有他的道理在呀。孔老夫子的学习精神态度跟这里所讲的完全相应。你看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无私，就是人界法师啊。三人行，这是举个比喻，当然一个是自己，另外两个人，两个人，一个善人，一个恶人，这叫三人呐。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我们要跟他学，要效法他。恶人呢，也是我们老师啊，我们要反省，他那个恶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善人从正面教导我们，恶人从反面教导我们，都是老师啊。平等平等呢，没有差别了，我们对老师同一个恭敬心呢，同样的供养啊。我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概念，就有这种看法。曾经有一次给一些朋友们谈到啊，这个岳飞跟秦桧啊，我听听他们讲，我不以为然啊。他们就问我，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问我，我说秦桧跟岳飞呀，都是民族的老师，功德都一样大。他们听了不服气。我说多少好老师，岳飞教我们尽忠报国，秦桧教我们不可以做汉奸，做汉奸看天天人家骂他。岳飞升天堂啊，秦桧也升天堂啊，秦桧教多少人回头是岸，教多少人看到他这个榜样不敢做坏事啊，好老师一个啊。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人皆法师。所以你看到一切人的思想行为，回过头来反省，他是善是恶，善的效法他，恶的我们有没有？如果有改进，没有勉励自己决定不要造恶，那个里面学习的东西无量无边啊。我们从早到晚哪里说没有接近善知识呢？你怎么说你没有亲近佛菩萨呢？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可惜你不认识啊。那你要认识，遍地都是诸佛菩萨，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除累皆法。这个累就是族类，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太多太多了，都是菩萨学出。
啊，所以我们今天走入多元文化，结合多元文化啊，与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结合，友好访问啊，彼此互相学习啊，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达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和睦相处。宗教家不能不团结，宗教家不能不谅解，不能不合作啊！我们今天带头来做吧。非常重要的工作，有许多人来问我，这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我学华严经，佛在华严经教我这样做，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上。要像华严会上一样，种种不同的族群和睦相处，种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也能够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共同来创造佛华严美好的社会啊。我们学华严经要学得像啊，把我们这个地球造成华藏世界，造成极乐世界，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了啊，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下面万籁之声皆法轮声，我们眼睛所见的人皆法师，出类皆法，这是眼见的，耳所听的一切音声都是佛菩萨讲经说法转法轮的音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听法师讲经说法好像有一点误处，听到外面吵杂了个声音，难道还有误处吗？你要能听外面那个杂音噪音呢，你也能开悟啊，你就入了门了啊。入什么门呢？不二法门，因为你现在有二啊，你入不了门呐。如果你要是一心呢，听那个噪音也开悟了，入不二法门吧。观世音菩萨厉害，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成佛道的。你看在楞严会上，人家听一切音声，他不分别音声，不执着音声，他用什么方法呢？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他不着音声的相，他去体会音声的性，性是性，就是真如本性嘛。所以他从一切音声啊，噪音也好，怎么难听的音声也好，他一听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人家有这个本事啊。这种本事的关键就是
利妄想分别之处，你就见性了。见色，你就见色性；闻声，你就闻声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六根根性。楞严经上佛说，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是讲的真如本性。我们今天就是连佛菩萨说法，我们也不能见性，也不能开悟。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我们读佛经打妄想，听讲佛法也打妄想，分别名相执着言辞，所以没有办法起步境界，得不到佛法真实的理念了。因为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听经，他教给我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听经，你就会开悟。同样道理，能够立下六根门头都有悟处啊，这个就是佛华严的境界啊。所以万籁之声皆法门声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假如你还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那换一句话说，无有一法是佛法。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可见的佛法是法了，在一念俱迷呀。